那个爬行的大怪。大家好，北风炮，哎，拍谁拍谁拍谁，北风炮了哦。我好像终于拿到锤子了。都没有哎、欸，这样到底怎么玩？没有技能，没有技能啊！绝答才不是什么维大力，维大力 ，J 大力。哎呦，克苏鲁嘞！都打炮了，怪东西！沉默的自嘲你，哎，我吐出来的东西变成光，哎，哎呦，变死人了，克苏鲁魔语 ，What the fuck？ 疯掉！他是被时间暂停了。这是好梦。哇哦！
图好乱。下面还有一只大只佬哎！哎呦，我有把你爸爸背双手剑，可以干嘛？消耗吸力减少，背刺伤害增加。嗯，掉钱增加。对啊，这游戏能新爆吗？可以，很爆。人海鱼人标本，这是什么绝命区域？死人呐、啊！在弓箭的淫威面前。味的一一三三，卖热狗的香肠博文杰，哇，束缚外衣，看起来太那个了，太色情。弓箭的淫威，打一个预告，上面出现的是我。哎呦！我的克苏鲁，怪物的设计很克苏鲁，不好意思。好大！好大！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，这是一个武器。哎呦喂呦喂！
什么？到底什么判定？还给不给人玩啊？哎呦，我靠！这是天空爆射了。冲破超臂圈壁！哎呦喂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没品？从下面给我射上！哎呦！被制裁。谁这么高？爬顶小块微光石也是很小气耶，有时候会摔死，我摔死过好几次了。嘿，下楼要很慢很慢。玛丽罗斯号，存档点。好爽，汪许汪医师醒酒药，没点击。然后点什么呢？投资石夫回光返照，就还不错。更新一次，我已经想要点斧头的技能。提高持咒武器时自身的气力，强化一段蓄力攻击，击中打击范围对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，一秒后放开。自动施展强力的下斩，迅速施展不会被中断的强力二连斩击，每次攻击造成额外攻击 0.8 倍伤害，受到攻击时额外承受35%伤害，好痛。侧劈斩。震荡回转极地斩、旋风斩、钢铁身躯，哦，还会返还伤害。聚精会神，重武器大师，还不错啊。我们优先还是先点这个啊，这个加血，注意啦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血好少，变成253了，其实没什么感觉。小小黄啊，这
硬，这只四百，一只四百都可以打这么久。我发射到那个。很近，我不敢下去。哦呀，有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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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，哎呦！横竖克数怪，真是一把适合谨慎鲁文的好武器，出事就先射一射，好恶心。目前还蛮喜欢他有一个那个头部攻击判定，你若连续命中头部外。又升级！这偷塔嘞！存档点。喂，我什么时候升两等？升太快了。先点那个更新。就怕耶，烂区，他怎么又出来了？
角为光石。哇，这个我都跳了上去，我觉得这个人太强。哎呦，靠北了！哎，射在你脸上。这是哪里？这我没来过。怎么一副大王的样子？你看这个雨，还好我退了。三角为光石，黑羽面具，这是跟实况组还是跟 YouTuber 合作的面具？有戴上去，纸娃娃做真好。千手观音，哪里？哦，绕出来了，就是主要是那个黑羽面具而已。回去存档。存档点哪？哇！这个是利用上去。好像有点危险的这一区。
哎、欸，你们有东西偷射我！下面什么东西顶我？你看你，什么在顶我？妈的，还敢给我乱顶？哎呦，这吓我一跳。对对，正当点。有了有了。你只要回光返照了，又不小心吃到一个补人嘛，对吧？好，国产 UC 0.90.4 牛逼，0.90.4牛逼。应该是王的东西了，这里吧。荒洪荒之子，还有派？哎呦，这派呀！过去呢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很累啊！啊，第二派，哎，不重要。哎，哎，第二形态，哎呦，劈了劈了，哎呦，
怎么回事？哎呦！哎呦！哇，那个腿爆了！这一招还可以躲，我看到就好。就拍就拍，可以看懂了。小心潜水炸弹欸，哎呦，我滚欸，这个他正在这个屁啦，太小啊！要屈服在我封建的淫威之下。冲刺！可以了，封建的淫威大胜利。
而且我都忘记切剑士，我们要用强力剑士套他。废弃仓库。哎，就这样。好吧。把这个废弃仓库的传点。水没事，没事多喝水。老，不止老，还工伤嫌疑，干摔断我的狗腿。这里看起来很像是捷径，其实是让你摔断狗腿的地方。我要19200块嘞！河，哎呀，这好恶心啊！河口下水道。走过去的时候会黏黏的。哎，这边就有存档点，笑死我了。dash 不能够狂奔呢、欸，是一个小小的 dash。哎呦，我靠！无敌风火轮啊，这个！毛！卡条了啊！在那边给我加龟甲，欸、超硬的，哇，一只960，然后825块，在那边洗这个就可以了。就他妈在这边洗，翻了，学翻了，黄金武器不是梦。刮掉了，而且我还没补，完了！哎呦，我靠！什么杀人事件？哇，这一只这么难打，然后血这么多。最烂！我现在好怕，是不是每个敌人的攻击力好高？哎呦！
哎呦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鬼。血太多了吧？太恐怖了吧！魔力回复，肾上腺素，洞察玄机，潜能激发。马斯魔兽十只，感冒在家只好订阅。哎呦我操！真正的暗杀者，慢就慢，跳舞功能。谨慎又安全的攻击模式，哎呦，不太谨慎，就是不谨慎的下场。哎，怎么办？杀人下水道。Hello， 啊，就靠背。带就是死。但是我真的没水，我其实应该回家补水比较好。泛滥区，然后他其实任务现在应该是叫我去那个矿区才对，矿坑杰尼斯，他要再带来亘古注释，调查泛滥区，回去向医生确认瘟疫状况。沿着矿区林道的木栈走，哦，我就来到泛滥区了。而且他还说，哎，泛滥区的屌爆不是吗？那其实我现在应该传到别的地方，这边应该先不要打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哎呦，晕眩之力。餐兔自由配，对。我可以靠这个卡住我的头，哎，好笑，有点恶心，就是。道具店，血瓶一个才15块，很便宜。哎、欸，他说我的那个仓库没有15个。抱歉。他还是没有卖些什么好货，要买衣服。黄金了啦，不管了啦，我现在有192,000，我只要存
差不多300万就可以买一套了。30万。可作为家中摆设。结果黄金攻攻击力才加8，有点诡异。我加很多钱就是。要去找谁啊？我累了，想睡一觉。医生家，哎，他现在怎么办？赚100万。画家小屋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然后嘞，为他收集这么多画，他也没给我什么好货啊。人，我看一下我现在要去哪。梅耶正交。
望居临到了断层。我在看着堕落的空洞。可以用来勘察地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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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农村是这样，地图还是比我还来清楚。你有看到文山吗？Yeah. 你有看到纹身吗？废弃小镇，我又回到这里来了。还蛮好用的。对，很明显这边的敌人比那个下水道路上飞很多，还有那个下水道。乌拉，感谢！哎呦！这里不就是那个了吗？这好像就是我刚刚看的那个位置，还是不太对。迷谱，感谢，好像是哦。这招真的太强了。凶哎！
这是哪里？绯红的脸庞，迷人而致命。我现在是矿坑口。我应该从矿坑口走的地方开始走到矿坑内。生锈的十字镐，还是刚那个泛滥区那个奇怪的海怪比较强。这个坏，所以嘞，矿区林道的断桥找他，矿区林道在哪里？还是从上面那边？上面的靠北，所以我要从这边往上面一路走。我就从那边过来的没。这种游戏麻烦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哪边是前面，哪边是后面。矿区林道。家有见狗，我好像一直射到一个什么东西。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射到，原来是你、啊，怎么到底怎么判定？跳了一堆东西，确认一下。永志爷，感谢。有消息指出，今天台湾时间12点到12点半有那个我们 CD Procad Red 在推举有那个游戏介绍2077的。
在他们的官方粉丝啊、官方 Twitch。大声朗读。A killer 0731，感谢。好 ，Silly 927，砰！只有上限，那我可以带更多，更客家，哎呦！这比较可惜的是，它的那个射击并不会重复进去这样，所以我一次射三根箭，但其实也是吃一下半滴而已。哎嗨！沮丧森林的吊桥键，又要去沮丧森林。哎呦，恐怖白球，掉下去。哎呦，狗！突然想起来，就是这里。这一段之后我就没继续打，沮丧森林。沮丧森林的断桥，对啊，等下沮丧森林断桥可以。
呦！我开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我站立跟两个小时前一模一样。太令人难过了吧。我还打完一只网，为什么我觉得自己都没有变强？武器的量少得可怜，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别的武器。哎呦！为什么这个地图看起来这么像要打王？这什么地方啊？橘子好酷哦！技能大师。可以直接重置技能点，好爽！就这样意外的让我找到了一个技能大师重置点数的地方。后面还有一只马，欸，靠北还要吃我幼雏的血块哦！啊，我不要啊！废。免费我才要吃。